来看到交流道发生了惊险的火烧车意外，这一辆满载着面包包装纸的大货车呢，在中午行经国道3号乌日路段的时候，疑似是后车斗冒烟，驾驶呢紧急开下交流道，结果整辆车瞬间起火燃烧。不过好险的是呢，驾驶当时先跳车逃过一劫。